你看你们几个吃吗？我看你们几个吃吗？你让他吃吗？他压根他也不吃啊。你让他们饿吗？就是想出来玩儿。他们几个就是想出来玩儿，起来。来，看你们几个吃不吃？你看他不吃吧？他不吃吧？喝吧，兄弟啊，想你啦。不喝了，这是啥品种？泰迪啊，擦干净了，来，来三万，来三万。别喝了，大哥，喝一肚子，都吐了一会儿。行了，推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哎，吐了。你瞧这肚子喝的，你瞧这肚子喝的，啊，一会儿就得吐，看了吗？给你们看这小狗的肚子，一会儿就得吐啊！你看撑成啥样？你看这小狗就跟泰迪一样啊！你得给它修毛啊！塞万尼，塞你整着闻它，真是跟泰迪一样，给它修修毛，定期给它修，就是费钱啊！修毛就是费钱，除非它自己给它修。我感觉就它这种毛的话，它自己给它修就行。怕啥呀，老大爷？那洗澡多好看呢，多好玩啊！啊，洗澡多好玩啊！好不好看，老铁们？看看，吹完了，干了身上，干透了，这吹害怕了，这是，干透了，啊，带劲不，兄弟们，好不好看？感谢天天快乐啊！吓哆嗦了，第一次洗澡啊，啊，第一次洗澡啊，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啊啊！你看这个小狗，兄弟们，这个小狗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小狗，我要送给谁的话啊，兄弟，比如说要是送给你的话啊，这个小狗把它身上的毛全给剃掉的，你看它身上毛长，看到吗？身上毛这样式的，你把身上毛剃掉的，留脑瓜上毛。啊，留脑瓜上毛，脑瓜这些毛呢，然后呢，你也给它多少修一修啊，大概的话也就是半一个月左右，你修回毛，跟泰迪一样，
兄弟们跟泰迪一样，只不过跟泰迪的区别，它就是长毛的，啊不，跟泰迪的区别就是它卷毛啊，兄弟们啊，它就卷毛的啊，一样的啊，就是有点跨界型的啊，兄弟们有点跨界了啊，我给掏掏耳朵，都给掏掏耳朵，换下一个啊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，兄弟们啊，我给掏掏耳朵，然后咱们换下一个小狗啊，好嘞。No， 不能动啊 ！No！滚动，快快走！你看下一个更好玩。大家有想买狗粮的啊？咱家狗粮是比瑞吉的啊，比瑞吉诺瑞的狗粮，一袋狗粮20斤啊，一袋狗粮20斤，149一袋，兄弟们啊。第二个链接啊，三拼粮，里头还有海藻条、牛肉粒，还有卵磷脂啊。大家想给自己家狗狗买好狗粮的，而且还便宜，兄弟们啊，大家可以去拍一单。这款狗粮你就吃吧，吃口性非常好啊，狗狗也非常喜欢吃啊。谢谢大家伙啊，谢了三位。好，咱们换下一个啊，他完事了啊，啊，看看下一个换谁？老大，换老三，咱换老三啊，孩子给吓了，过来吧。被孩子给吓完了啊，邦邦的小肚子吃的啊，啊，你大家想敲的话就给直接敲掉就行，这块是不是小老大啊？好看，小老大好看啊。然后咱们再换一个啊，感谢多米啊，哎呀，欢迎多米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欢迎多米，大家给多米点关注，谢谢多米送来的私人飞机。好，进去吧，换老三啊啊，哪个是老三啊？老四戴黑眼圈，换老三，兄弟们，看咱老三带老三洗澡了，小老三也好看啊，兄弟们，小老三也好看啊，小老三，兄弟们，你们没发现小老三毛挺顺吗？啊，你们没发现小老三毛挺顺吗？咱们接下来给小老三洗澡啊，等会儿的，今天不给你洗澡，今天给小宝宝们洗澡，弄个大盆儿。给小狗洗澡，咱们这小老三啊，看小老三进水里啥样。小老三下水了啊！啊，下水了啊！站起来，你起来来，来来。请坐，哎，请坐，没事，泡个温泉，多带劲呐，多带劲呐，老爷给你泡个温泉。Seven， 你挺享受啊，你小狗你还挺享受，嗯。给他们洗个澡，给他们拍张好看的照片，然后呢，哎呀，今天你们别说这个小狗啊，这个小狗真的，这一沾水，我感觉老好看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别动啊！这一沾水我感觉老好看了，给你看一下子啊，你看看，三，看，好不好看？这眼睛特别像石头，兄弟们，三万，操你哥，我他妈，这眼睛特别像石头的眼睛，啊，贼溜溜的，刚下水害怕。沐浴露啊，沐浴露第七个链接，兄弟们，沐浴露第七个链接啊，咱那沐浴露卖55米两瓶，雪貂的啊，这雪貂沐浴露啊，55米两瓶，一瓶是500毫升啊，一瓶是500毫升的啊，持久留香，给狗洗完澡。这个特别香啊，特别香，特别好闻。嗯，是不是好看，兄弟们？画一个，画一个，
哎呀，泡一下子，哎呀，多得劲儿啊，多得劲儿啊，啊，多得劲儿啊，啊，来给你洗洗头，给洗洗头啊，等一下，都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弄。从来没洗过澡，从来没洗过澡，有点蒙圈，有点蒙圈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一会儿就出来了啊，啊，都可以导致他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脏东西。还有啥呢？那个狗狗刚出生的时候，身上沾着母亲身上的那个胎，就是那些东西啊，时间长了，身上肯定会埋的啊。大家想买咱家沐浴露的啊？咱家这个沐浴露55两瓶啊，第七个链接啊。家里头有小狗的，咱家这个有金毛的，有白毛的，有红棕毛的啊，有幼犬的，去抑菌止痒的，还有去污的，皮肤病的啊，都有啊。几个月了，他们现在刚俩。弄，别动啊。大了，俩月了，也该上新主人家里了。我先从咱家，就是今天晚上3万8就开始从咱家粉丝团里头抽啊，然后呢，明天晚上在直播间里头抽啊。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，我必把这帮小狗啊，给他们安排到一个啊负责任新的主人身上，兄弟们啊。希望这个小狗啊，假如要是送给你的话，大家都能好好对待啊，好吧？因为他是老四的儿子啊，不 ，seven 啊，不管他妈妈是谁吧，兄弟们啊，看在老四的面子上，对不对？看在老四的面子上啊，咱们就好好对他，好吧？啊，不用花一分钱，兄弟们啊，不用花一毛钱，不用花一分钱。你先聊鼻呀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别着急，哎，淡定。不习惯，第一次洗澡啊，洗完澡就好了。下一回他再洗澡就不这样式的了，兄弟们啊，下回洗澡就不这样式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老实了。看四儿现在啥样？等会洗完澡啥样啊？好嘞，下水了。看四儿喜不喜欢下水啊？四儿，我操，四儿会狗刨。会狗刨，三文起来，他练狗刨呢，啊啊，四儿会狗刨啊，啊啊啊，这么回事啊，啊啊啊，好，啊，哎呀，这四儿会练狗刨，会狗刨的小狗，啊，好了吗？能不能下水了，四儿？现在下去吗？下了啊，下水了啊，跑两下子，想游泳。哎呀，你给下去吧你。嗯，三儿，来，老让你在里边好好泡一下子。懵了吗？啊，闻吧。三儿想闻闻的，你闻吧，给你闻。三文想闻闻他，是不是像石榴，兄弟们？你看这样，啊，多像石榴，挺个脑瓜子，抬头，像石榴是不是？像日本兵，可不像日本兵，他像石榴。嗯，老像石榴了，兄弟们。啊，
坐好了吧。我觉得我挺温柔的呀，啊，我觉得我挺温柔的呀，我就想洗快一点，知道吧？我怕他着凉，知道吗？快点擦。弄啊弄，注意动。你真细心，赶紧才艺表演吧。等一下啊，耳朵捅烂了，把耳朵捅烂了。他们耳朵抠不拢，兄弟们啊，你抠不着，你压根就抠不着他们聋的那个地方，知道吗？啊，梳理一下毛，因为他们的耳朵吧是这样式的，啊，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往下抠，你顶多抠到这儿。你拐不过去，知道吗？耳骨在这儿呢，耳膜在这头呢，你只能往下抠，你抠不到这边，啊！等一下啊，来给你梳一梳。哎呀，梳子呢？梳子呢？嗯？梳子呢？小宝儿，啊，老爷的梳子呢？梳子拿走了，梳子呢？